新北市刑警大队日前查获一起毒品交易案，毒贩企图驾车逃逸并拔枪拒捕，原警以警棍击落枪支，当场逮捕嫌犯田某及江某，并查扣改造手枪一支，子弹37发，毒品海洛因15公克，安非他命300公克，赃款新台币14万元等证物，全案带回侦办。记者蔡秀慧，新北报道。